solo 碟啊嘛，咁啊，当你用翻假音人嘅身份嘅时候咧，你会谂住喺做完呢个碟之后，即系已经出咗啦，咁啊，想做翻佢哋嘅嘢咯，开始又，其实已经做紧噶啦，啱啱嗰首歌都系属于假音人嘅，不过今日就借嚟玩一下咁啦，好啦，系嘛，嗱，大家都会想知啦，咁啊，未来嘅动向，咁啊，其实你哋两个会有咩合作先？啊，系啲意外啦，其实我哋已经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合作。不過我哋最近咧就聯同埋另一個吉他手馬立賢先生，就我哋組成咗另一隊樂隊。我又有另一隊。哇！咁你嘅身份又多咗個咯。係啊 ，The Flues 叫做。The Flues 嚇嚇。咦？咁嗰個譬如我想問啦，咁啊呢個新組合咧，同你假音人同埋陳浩峰又點分咧？其實我如果仲有 Weekend 添，頭先嗰個頭先嗰對 Weekend 都係我哋啲 friend 嚟嘅，好厲害喎，會好難分啊咁樣身份。其實都係唔使點分嘅，因為唔同組合聚埋一齊嘅時候咧，你自然做嘅音樂個效果就好唔好唔同。咁條孔亦佳自己點睇啊？即係呢個新組合啦，即係正正式式自己變成一個其中一份子。即是我跟假音人玩一起玩很开心、但是跟 Defus 又是另外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的、都是很玩的。譬如我想问即音乐上可能分得到但是形象上譬如会不会都会想因为平时可能见你每一次那些不同的劇、或者那些造型都很厉害的嘛。譬如玩音乐的时候会不会个包装都很重要呢、就主要是不包装。已经不包装就是包装。是啦即是既然舞台上面已经是另一种东西。嚟緊呢我都有。